因为他说会，那会。来。喂，不是这样吧？不是这样吧？等一下，等直接把人家抬起来。等一下啊！超凶的哎，这种回事。他不用砍完一个人就直接归到掉到两等，不是到一等吗？没有，他回到两等。他两等，哎、欸，他不用打倒，他直接就直接献祭，直接斩杀，哎、欸，那个佩剑直接斩杀，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那个路我从背面抓你看看 ，OK， 自己进来了、喔，他只有一次而已吧？对，这是刚刚，那大姐进来了、喔，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我是直接砍的、欸，先看，哦哦哦哦，为什么？太凶了。这一太 OP 了，这个是 A 灯啊，太扯了。这是什么插件？在哪一个插件？就是那个坟墓那个。它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吗？可是你只要到三阶就可以再一次，这个意思。对，它只要到三阶就一次。只要到三阶就可以再一次。对，它是指一次就掉到两阶，然后升到三阶又再一次就可以，就是一直用。可是你一开始在一阶对不对？然后你启动之后是直接跳三阶。没有，它是三阶才启动。然后你三阶启动完，它会掉回一阶，然后你要重新累积回去。没有，它一样是掉回两阶。掉回两阶？对，所以我只要回到三阶就可以再扛死的意思。好可